咁咧，不如咧，我哋即刻準備，三、二、一，耶！好啦，我哋再一次咧，就祝咧呢個 Dusty Bazaar 咧，就我哋梗係生意興隆啦，係咪？梗係非首先要恭喜佢哋生意興隆啦，步如輪轉啦，仲要豬籠入水啦，一本萬利啦，財源滾滾來，好似新年咁嘅嘢。恭喜恭喜！其實係啊，因為咧其實我自己都算係近住得近呢一帶啦。咁啊，啱啱開咗呢一個地方，我覺得其實好開心啊，有少少啲 feel 咧係似外國嘅歐領嘅。咁啊，感覺上應該咧啲嘢仲平啲啦，因為頭先一路行嘅時候都見到好多都係有特價歐領啊。咁啊，師奶仔梗係最中意買平嘢噶啦，冇錯。因為我新田咧，我先頭咧，我以為係啲國內一啲地方，即係深圳嗰啲地方嚟。搞錯了。係啊，我唔熟呢頭啊嘛，咁所以我一嚟到，咦，我覺得係好有新鮮感嘅。好似咧，而家我哋係反而係去緊旅行啊，或者去緊嗰啲小學嗰啲咧，搞錯郊遊嗰啲。你講到咁天嘅，冇嘅。好方便嘅，咁所以咧，今日咧嚟到非常之開心啦，而且我仲著住 Dusty 嘅衫嘅，係啊。好，咁啊，自己嘅歌唱啦，完成咗啦。咁其實對我嚟講咧，我呢個2018年咧已經完成咗我三大嘅目標噶啦。因為第一個咧就係拍咗一個綜藝節目啦，就係同阿趙仲宇啦，同埋關之彤啦，咁去咗越南片港。咁第二個目標咧就係去開一套電影啦，咁亦都喺蒙古咧完成咗拍攝。咁嚟緊咧1月中咧就會喺香港咧進行拍攝嘅。咁啊，即係進行即係將近埋尾嘅階段。咁最後咧就係自己嘅歌唱啦。咁歌唱亦都完成咗咧，其實就已經完成咗一次過滿足曬我三個願望噶啦。咁但係咧，到2019年咧，我哋要展望將來啊嘛。咁咧，其實2019年咧都有好多嘅大計。咁因為咧呢個演唱會非常之成功啦，咁大家嘅口碑亦都非常之好啦。咁啊，而家係有一個主辦商咧，其實係想同我提出一個係大灣區嘅巡迴演唱會嘅。咁啊，中意聽我嘅歌嘅朋友咧，咁我都希望大家可以繼續多多支持啦。咁另外咧，其實2019年咧都會再開多2套嘅電影嘅，咁就歌曲都會繼續出嘅。咁阿黎俊賢亦都會推出佢新歌，等你哋講下。好啦，咁首先咧，我要好多謝阿 Colin 邀請我嘅去佢嘅演唱會做嘉賓啦，係啊，見證咗佢10年喎，係一個唔簡單嘅一個努力得出嚟一個成績表，係啦，咁而且嚟緊咧，2019年咧，我希望我有呢個黎俊賢嘅3.0啦，係咩嚟嘅咧？因為我之前咧係286磅一個大肥仔，減肥減到而家嘛，咁所以而家係一個黎俊賢嘅2.0，咁我希望咧出年咧1月咧開始努力去部署緊，變成一個3.0。係點樣噶？操肌啦！操肌真係8嚿喎！係啊，睇下有冇啲朱古力啊嗰啲咯，係啊，好中意睇㗎！好，我要努力。嗰啲健美先生嗰啲咧。三、二、一，耶！